老婆，做饭去呗，我饿了。嗯，你咋不去呢？人家家里都是女的做饭哦。现在男女平等，凭什么是女的做饭呀？哼。行，那我去做饭，你洗碗。我不洗，洗洁精对手不好。那这样吧，既然我们都不愿意做饭和洗碗，那我们就比一下，看谁能不用碗吃饭。嗯，行，没问题。输的人以后洗碗做饭，不能有怨言。行，成交。看好了啊。把它放在嘴里面泡软，哼！哎呀，你这也太歪门邪道了吧，还有点恶心。那又怎样？至少我可以控制面的软硬，哼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吃。人和动物的区别啊，就是人会使用工具。看好了。媳妇慢着，这有毒，千万别吃。这塑料的，经过热水这么一泡呀，肯定有有害物质。哦，要不你试试我的方法吧，肯定别有一番风味。你这个还是别吃了，我去给你倒了，对身体不好啊。嗯，是吗？媳妇儿，你慢慢吃，你细细品啊。这一点也不好吃呀，老公。好啊你。哎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